路口街、御池街、啊群聚街、罗伯沙街，嗰条就当一比利时街，系五街嚟嘅。御池五街呢，系一个小贩区。唔讲唔知，小贩林立嘅御池街曾经系一处渺无人烟嘅坟墓异冢，而御池街呢一个名字就系咁样嚟噶啦。后嚟大量嘅人口迁入咗新桥一带，令到该区成为咗澳门人口最密集嘅地方之一。几十年嚟，二字街因应住居民嘅生活需求发展，好自然咁样形成咗今日嘅平民街市景观。从二重到二字街，从人车共存嘅小贩区到今日嘅步行街，经历咗几十年嘅风风雨雨，二字街已经成为咗澳门最具有代表性嘅露天市集。